想去有风的地方，唔使去云南，喺桂城一样可以实现。喺桂城有一种生活叫炭茶会友，一壶靓茶，三五知己，远离烦嚣，谈笑风生，大概就系大家向往嘅许红豆式生活。你都想嚟桂城版去有风的地方，咁呢个周末就嚟佛山首个国风茶话会啦！2月24到26号，桂城潮享美食月之国风茶话会将喺南海万科广场举行。届时你唔单止可以喺品质高、种类多嘅沉浸式茶饮市集一次过品尝所有茶品，仲可以参与围炉煮茶、即影即友、表演互动等。春天第一个约会，桂城同你做 CP。